哎，我们在寻找先给我们，因为今天来，我们要彩排。这次来澳门干嘛呢？是要跨年，在江苏卫视有两个表演，然后也有一些主持的部分。除了工作以外，顺便就是大家一起过一过，过一过节，所以我们有好多好多人都来了。爸爸跟姐姐因为有事情来不了，但妹妹跟妈妈还有表姐阿姨，所有人都在。让我们一起度过愉快的三天吧。我现在很困很困很困，好困哦。知道他们在玩耍什么？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现在是1:48，然后我们终于要开始彩排了。老师，帮我抬一下鸡蛋。现在是将近2点，然后我们收工，我们现在回酒店了。已经2:30了，2:30。还好我们的酒店离场地特别近，所以回家洗漱完就可以睡觉了。明天要一整天排练，因为这次不是只有表演嘛，还有主持，所以就要走台、这台本，还有另外一个和伟霆哥的一个表演，需要等他来，然后跟他来彩排。我现在上车了。早安 ，Good morning。哎呀，哎呀，Morning。我妹还是挺正常。我妈昨天帮我染的。Good afternoon。我们现在到了现场，然后我们今天要。有两个行程，第一个行程就是排主持的部分，走流程，跟其他几位主持人一起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跟伟霆哥排我们这次演出的是我这首歌。哎，这个。到时候就调整的路上一路前行，自由畅想。又一个10年过去了，我们心怀梦想，坚定向前。有请你成为这个美好时代的见证人。一走。
回听歌，现在在排野狼 disco。越闹越拿不离开玩笑，左手一瓶大绿瓶，右手黑衣立脚套，进去野人地势上，我们也给往后稍一稍，没事不要联系我。我们在拍照，我还是第一个拔罐，这有两个拔罐。今天是谁的演唱会？9点钟了，我们现在要拍第二个出发图了。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眼圈还是眼线晕下来了。有，只有 RV 的钻可以这么闪吧？收工啦！现在几点？看一看江江的手机。现在，哇哦！嗨 ，Good morning！ 现在是31号的12点半，所以我们刚在这里待12个小时，直到晚上过0点。我现在准备梳化，然后正在连排了。现在是3点15分，我们要去彩排了，不就是连排的其中一个部分。好，来，走了。好，走了。准备再抢一个出发图。哎，你拿了对吧？我拿了，在我这里。可以。现在要差不多赶场，7点的上课准备吃饭。然后这个我腰上的青春饭真的超级紧，都可以带离开我了。现在要保持。我吃完了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就吃完了要两个表演，两个表演完还要主持，所以0点基本上就在台上了。接下来就得跟人家开个证。
乐队的广东今年二月份加速。10:08，然后我们要准备去下一个表演了。
这里吃的。然后前面也是在我的这个部分是特别表现的好，大家时间都是非常精彩，非常精彩。讲错了。
新春，新年快乐，苏萌，新年快乐，我没有说哎、欸，妹阿姨新年快乐，以为我是谁啊？江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妙娃，静哥，新年快乐，好难呢、啊，我们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3, 2, 1, go！ 神秘北极圈，阿拉斯加的闪电，谁的脸出现在海角的天边？11:44，然后我刚刚都不小心讲错了。关关过。3, 2, 1